蔡议员，江宏杰，你哪会过来我的办公室？蔡议员，你伫咧看都市计划的资料对无？别安尼啊紧张啦，遐个资料我拢已经替你看过啊。所以政府就要将遐个地弹出来，让建设公司去投标。该食饱的食饱，该啉汤的啉汤啦。啊，看遐资料遐尼啊高调，重要的只不过几个字尔。你应该不是要来跟我报告公文的重点吧？我来关心你，看你心情有无助。那个昆布好高命，无包起来，让你顺利来变成詹太太。那安尼，那 David 都算是恁的后生。啊，现在 David 结婚啊，祝福你，不是你啊。天爸无要放互你，你唔免问遐尼济。全世界拢知影讲咱两个人有私交，所以许多贴牌的人都来问我，问到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回答吧，我只好来找你做选。到底什么原因啊？这是阮家的代志，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啦，请你莫浪费时间啦。恁家的代志？哦，安尼杜巴拉即马就变成是恁家的人啊？安尼对啦，那安尼昆华甲杜巴拉做婚礼主婚人嘛是合理。像我顺便借问一下，安尼伫个恁家即马？杜巴拉甲你像是姐姐，像是小妹，啊，恁像较尊重像，你是不是爱轮流伺候昆华迄个老伙仔？你搞出去！啊，你喊你阿派要创啊啦？我看你喊你阿激动，我想伺候昆华应该是无你的份啦。陈云茹啊，你是真可悲呢。结婚结遐尔济遍啊，你还是无法度当到一个对你始终的达波人。啊，最后不得已嫁予这个昆母啊，想讲这老伙仔应该是会听有气的。啊，这婚结结才发现，就讲昆母心内也是杜巴拉。啊，你用你的婚姻见证别人的痴情，心内一定是万切的。那是讲这吴嘉文虽个爱争，你拼袂过伊，这是讲会过啦。我想不到你竟然连杜巴拉这个老查某你拢拼袂赢，啊，你性地嘛拢改啊，安尼委屈坐伫个办公室。蔡如，你那愈话愈退步，实在是真可怜的啊。你无需要伫遐浪东浪西啦，滚出去啦！但我今嘛是为你伫个跑不平。你过往过干呢，最后嘛是由杜巴拉公平正大骗去啊！哎，都市计划是你推动的，好康嘛是去好了杜巴拉，啊，厝内厝外拢互食到够嘞。啊，你蔡韵如伫当时才让为你家己做拍算啊！讲到遐尼济，嘛是搁坐倒转来都市计划啊！江宏杰，这都是你的目的啊！你希望我跟你合作，伫个都市计划案替你摕一寡好处。其实你也是跟他合作，当然是对你较有利啦。我有钱通赚，你会当伫个议会打个杜巴拉，替家己讨一口气。啊，若无伫个台顶台脚咧共扛桥，你到底有啥物好处？无嘛，我相信讲你是翘翘人，唔当当个吃亏啊，才知影疼。我无可能跟你合作。我看你真正是讲袂顺车咧。你真正是要用你后半世，然后拢缀伫迄个昆布仔身上。江宏杰，你过去安怎对台湾，我已经无想要讲啊。你叫人来我婚礼乱，想要治我甲昆布的命，做害昆布掉情断姻，命差点无去。敢若一点，咱两个恩怨永远无法度解。你俩总讲你西人遮的话，我敢听你面？你若是讲过去我有对你做啥，这我承认。啊，不过我无对昆波做任何的代志，你是唔通两三句话就甲我定罪呢？这件代志，
大家心肝来知知的啊。是安怎你到即摆还阁无代志？迄是因还阁无人出面指证你。是咱我到即摆还阁无代志，迄是因为我啥物拢无做，因无得指证我。毋是你，阁有啥物人？莫迪卡是杜巴拉。你真正是愈讲愈离谱呢！明明就是巴拉变面，无爱跟你合作，你煞将所有的代志送对伊遐去。你袂感觉你编这种故事真好笑？你是希望我徛到你一边对无？你认为好笑，我认为真合理啊。等你听看卖啊啦。进前昆巴对不起杜巴拉，害杜巴拉把囡仔生来了后，都爱跟伊个囡仔分开，家己孤单一个，啊，昆巴过着幸福的日子。那不是因为我，杜巴拉恐吓到今嘛，阁跋倒到伊的囡仔相认，这是偌可怜的代志呢。所以呢？所以杜巴拉心内一定是怨恨这个昆摩啊。但伊想到伊一个查某人都爱牺牲遐尔济啊，昆摩啊，什么代志拢唔免做。而且听伊讲，你昆摩安太太过用30多年啊，昆摩啊对杜巴拉什么都拢无做，啊，不过伊说给你一个真好的婚礼。布迪卡就是安尼，杜巴拉这30多年原做一件爆炸，伊唔再请亲手在恁的婚礼开枪，想要送走恁阿公无？卡斯巴拉若想要做这个代志，伊免等钱嘛，伊的机会有真多。在恁的婚礼开枪，毁掉恁的幸福，安尼唔才是痛。恁要甲杜巴拉看安尼啊浅啊？伊奇怪会当做安尼啊久，我相信我黑道白道的关系一定是真在。伊有这个胆，伊嘛有这个本事啦。而且上重要的是，伊比我更加万分。你无需要搁编故事啊，我袂相信你。啊，这杜巴拉敢爱敢恨啦，啊，伊的个性爱恁死，这毋是无可能的。啊！一个人对你性命有威胁，是安怎你要搁安尼相信？其实我也是你哦，我会先把钱摕在手头，安尼才较实在。所以你一定要听我讲啊，彩云。别搁浪费时间啊！我无可能跟你合作，你紧出去啦！好啊，安尼我就先离开啦。只是讲你啊，是啥物时阵想通，你才随时跟我联络。啊是，你买当去找杜巴拉，探看卖啊，心内到底真正在想啥？什么代志啦？袂当伫个办公室讲，一定要走来遮。都市计划公文你看袂？看过啊。后一步市政府就该土地弹出来，予遐建商招标。所以内面的利润我嘛要爱，你摕偌济，我嘛要偌济。你即摆要开嘴甲我讨钱哦？你是有拄到什么困难？这你免管啦。分偌济，大家照片照行就好啊！我支持你，你伫咧议会内面嘛较好做代志。多谢你甲我斗三工啦！啊，不过你可能已经误会哦，迄都市计划的钱袂落伫我口袋啊啦！啊，我是要摕啥物甲你分？这也无别人啊，你无需要甲我加千股啦。虽然我入去议会无偌久，啊，不过都市计划我是尽心尽力，无参像你。占一个召集人的身份，什么代志拢唔爱做，所谓利润就想要滚我旁去，安尼够有道理啊！土地招标是都市计划内面上值钱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帮我。土地招标需要合法程序啊，每一块地的地标哦，拢无遮尼简单呐、啊。你是要提钱对来找我？今仔话凊彩讲讲的，就是要提钱啊？要搞参详代志啊！等你大汉才来啦，丹姐。
这是你欠我的。我欠你？我当时欠你，我都唔知影。我甲坤某两个人原本做伙了好好，结果你一出现，坤某就常常病。后来我就发现你有囡仔，坤某根本无甲你放忙。虽然我甲伊结婚了，啊，不过你同款伫伊的心肝内，你是要逼我甲你公家安塞？你即摆意思是讲要甲我讨钱，是要爱我保障你的婚姻？我是无得阻挡坤某的想法啦。啊，不过我也是无得接受，坤某心肝内对你还阁有亏欠。虽然伊声声句句讲这亏欠袂变作感情，啊，不过伊弥补了，照顾、关心你，这就是感情。我会接受坤某的讲法，是因为我爱。啊，不过我无想要欺骗我自己。我唔只爱留一寡钱伫我的身躯边，算是保障，因为我无想要伫感情上。公事上，搁替你扛起，让你对二花才对阮家来，甲我一试试。蔡玉奴，你嫁予詹坤茂的时阵，你就知影啊，伊是我的旧情人呢，啊，对面是我的后生啊。啊那，即摆有人压倒，爱你嫁唔？即摆你手续已经办好了啦，有名有分呢，啊，搁私底下是要甲我讨钱哦、喔？你敢袂敢做酒友弟？我你希望我安怎？你是希望我鼻仔懵懵嘞，当作无一回私心，还是你认为我应该爱欢喜，我爱安慰我家己？就算讲坤某心肝内有你，啊，不过甲伊结婚的人是我，伊过去，我都予你一个婚礼，即摆嘛同款嘞，伊会当私底下甲你回信嘞，伊会当弥补你，啊，不过伫感情上，伊无得予你任何保障。这就是我比你更加价值的所在。你是希望我安尼安慰我家己心嘛？你即马讲这款话，真正糟蹋人哦！你破坏我的家庭嘞！我安尼讲，敢有啥唔对？你若无想要让人糟蹋，你就把好处分我。我是给你机会，踢我的嘴。卖家己哦，讲到敢那受害者同款啊！我受的伤害比你更加大呢。我何止看到欺骗感情啊，无名无分哦，我都替伊生囝呢。我害我放弃我对我后生的感情啦，结果呢，我什么都无摕到啊！啊，你做我感情的丈夫，哎，什么好处拢无你摕到呢？你即摆安怎啊？你凭什么伫我面头前欢喜加艰苦？你真枉有我，无唔对啊！所以你看我甲坤某结婚，你心肝内真唔甘愿，才会叫枪手去我的婚礼乱。你即摆是安怎讲这种话啊？我有想过啊，你遐尼怨恨我甲坤某，所以你真有动机安尼做。我看你真正是痟啊啦！你甲张坤某结婚时阵，我自头到尾都跟在你身躯边呢，我是安怎做这种代志啊？对啦，你着希望大家安尼想，大家才袂怀疑你。你心机哪会这么重啊？你搞掂去啊！你是江宏杰，嘴若食伤济啊，头壳歹去啊！才搞讲这话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才无想跟你讲过话啊。我要来办公室啦！你是无打算要甲钱给我是？不可能！好，那安尼我就继续伫个议会甲你作对，我才看你偌有本事，会当甲投资计划进行了真顺。你莫来乱啦！你给乔乔代志，你莫搁回来啦！愈不愈乱，我来办公室啦。蛋姐，那安尼我会继续去你的办公室找你哦。其实我嘛无一定爱甲蔡韵如合作。假使讲杜巴拉甲尖家的人拢总变面，那安尼杜巴拉就需要我甲斗相共。